开始之后我就走了，我不摁一下那个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摁一下这个，行，结束的时候摁一下这个，行，先放。现在是绿的，很没开始，摁一下它就变红了，行，那是开始。嗯。你干嘛去？我累呢。睡觉去。就躺一会儿。 没问题吧？手机怎么一直显示网络卡？手机热不热？热。这个左右不用动啊。行。 这就是，除非他们在下边的时候，下边也不用动。 那会儿肖主任进来，我就开始，然后我就走了，然后晚上我再来收。 哎，主席。 不是，我昨天给您发的截图就是，昨天我。 行，好嘞，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关了窗。啊，对。
对对对对。啊，你妈着急吗？哦，行。对对对，这里是初一到高三。就正常身高就行，1.4米以上就可以，小学毕业生。但是我们要求上下身的比例、身高、体重、基本功、软度、三叉一腰，还有独舞巨木。对对对，在北京。不用不用，都可以报考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小学毕业生可以报考。小凯，小凯，你这华为能不能开空调？私信有入学流程，然后主页有考试示范。夏姐，要不先开始吧？行。这个是高二小班。
老师好，钢琴老师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结束了。今天十点有两个半。好嘞，收到。谁的班？谁的？我可以回去了。结束了。明天是。是不是要上课？